主料：百合100克，草莓200克，西芹100克，杏仁100克。辅料：橄榄油、白糖、鸡精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西芹洗净切段，新鲜百合掰开洗净，杏仁洗净后放微波炉高火叮2分钟，拿出备用。草莓洗净后切开备用。锅中加水烧沸，加少许盐巴，入西芹段捉水，至变色捞出沥干水分。新鲜百合入开水烫至变色后捞出，将百合、草莓、西芹放入一个大碗，加适量糖、盐、鸡精，倒入橄榄油，搅拌均匀。烹饪技巧：即拌即食，留时间长口感会变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